上次那个氧化铝的，它是有开始拉了，但是它在 NBT 的时候，它在就是歪的方向好像还是有空隙，所以它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就它的 NBT 都很正常，对，可是它在歪走的方向还是没有压在一起，就是要再把那个，那不然就压力再稍微大一点，歪走压力再大一点，对。然后还有，就我发现那个拿新的那个势能去做氧化铝的那个 compress， 它会变得很歪，位置都会跑掉。不管了，跑掉，反正都是周期，没有差啦。因为它，它都是，对，可能都要再重新把压力压紧一点，试试看，看它能不能再近一点，因为它这样子都没有接触到，嗯，对啊 ，OK， 然后，但这几个应该都差不多的问题，好，然后那个，再来是那个，我的那个。先把它调回来。SD 混合的系统，是 SD 的动画，然后它的那个，它图画出来不太，对，不太好的样子。这样子是正常。这个线可以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手条。这可能到。这斜率震荡太大了。对，就是混合系统的都差不多是这样。对，它这个前面只有一点点，大概到100K 左右它就上去。然后。大一点，这个还没跑完。这个也一样。然后单颗的容 SD， 它有一个这个地方出现，对，这个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。对，对，这个是氧化铝，但是它熔点就差蛮多的。因为它这个大概在550，然后大一点的，这都是单一颗吗？对，这都是单一颗的，这个是，就是尺寸不一样，都单颗的。对啊，单一颗都很漂亮。对，然后这个我觉得。氧化锌应该是里面看起来最正常的，这个，这都是 nanoparticle， 对，氧化锌的这个 case 应该是动画看起来也蛮正常，然后曲线 SD 图也很正常 ，OK， 对，然后它再大一点的，好像。对，就是它的那个变化的地方都会突然变低，但是刚刚那个是在1500K 才开始了，对 ，nanoparticle 看起来都不错，对，但是只是混合系统的就混合系统的图就可能不太正常。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求体积啦，系统体积，有体积吗？不是系统的体积，看它体积的变化，它会在熔点体积会有一个不连续的现象，那也可以抓住它的熔点，用 LEMS
的那个吗？对，好像之前有一个有 OP 的体积吗？来说这张图 ，potential energy 也可以啊。对，那所以有没有 output potential energy？ 它就是在 A， 我不知道 SD 里面有没有，它是就是这边用一个这个 P thermal 嘛？对，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有，那写在什么的话就要考验我们抓东西的功力哦。这个有没有办法抓这样的，有两个应该是重复的，应该是还好吧，用应该是还好，就是抓用那个 grip。这个还往下，对，应该可以，因为我们是间接让一定的步数再升到下一个温度嘛。哦，这应该是可以直接定这里，因为这个只有一个，是一次升温吗？没有没有，它是分很多次，就是分十，每十 K 升一次。欸、对，它是十 K 十 K 升，那那应该是在 minimize。下面的我不确定有没有十 K 升一次，所以最后要等到平衡完之后才。哦，那刚刚应该是平衡，下面的好像就没有输出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下面有没有输出那个 potential？ 你刚刚在算 SD 的时候，你 dump 出 CFG， 是有 XU、YU、ZU 吗？因为不能跨边界嘞。那算的东西是用 X U Y U Z U 来算吗？不能用 X Y Z 哦，因为它会跨边界哦。嗯，哎、欸，但是这个，我记得这个好像不能两个同时在一起，不能同时哦。我印象中好像是要这样子才是不跨。有一次我在试这个。然后我发现就是用这个好像它还是会快，然后要把这两方同时在一起，不会有作用吧？我印象中是。那刚刚算的是 X Y Z 的嘛？所以 nano particle 因为跨周期，对那个曲线很奇怪嘛。那可能就是要 X U Y U Z U 才有办法哦，它不跨周期哦。嗯。老师说这个。对。你放下动画好了，它有跨周期吗？有。因为我们是用直心来算吧，因为但是你这边跨了，它就本来这一颗算出来直心应该。会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结果你跑过去，然后会变哦。对，不然你就把那个换成 XU、YU、ZU 看看。好，这样子那个就比较会 smooth 了，因为你 nanoparticle 都没跨周期嘛。对，因为是直接把
放到 box 里嘛，对对对，直接对对对对，跨了周期之后，你那个质心就会很大的变动，所以它曲线会变化很剧烈。好，那这样看应该是就是确实是要这样子才能对不跨周期。那我混合系统我再重新整理一下。嗯、OK， 然后。这个前面这个都改好了，然后前面这边的 paper 都有找新的，然后 OK 好，然后方法这边也改好了，嗯，然后是有用 paraphrasing， 我传给你那一个，对对对，哦好，然后我把那个调校了，很好了，有调，然后。我把那个数据改了一下，好，然后这边表格就是这三个系这三种元素的系统，好，然后排，没关系，我再来改。但这边还要再加什么资讯？没有，我先看一下。哦，好。然后还有是这个，就是氧化锌跟氧化铝的。嗯。我在检查的时候好像没有排成 single cubic。哎。就是混合的，要补吗？还是这个？会run很久吗？拉伸压缩。对。小颗的还可以，但大颗的都要很久，五奈米的都一定要很久。不，你就先放着让它 run 好了，不然人家看到这个就会说为什么不一致。对，因为我突然看到这个，嗯、好，那我再用一下这个，然后下面的，他们应该是。应该是没有的，主要就是这个表。OK。对，然后还有其他的。好，对，俊伟已经图都贴上去了，是不是？还没全部，因为还有加，就是拉伸压缩。嗯。这边大概会有27个。这边全部的拉伸压缩。Okay. 没关系，那不然你先不要贴好了，我看一下。如果很相似，变形很相似的话，我们就用统计最后的 table 就好了，不需要把图每个都秀出来。哦，好。嗯，对，因为还有看，不是，那加起来大概50。对，那可能不需要这么多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这样子。好 ，OK。